哎呦我的，这里沙拉包，沙拉包。距离我辞职成为一名全职博主已经整整一年时间了。这一年的时间里面，可能大家从我的视频以及照片里面看到的我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，但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困在这台电脑前面，所以我觉得这里沙拉包，沙拉包，先去吃个早饭。老板，搞完粉。哎呦，这不是电影老师吗？正看你视频呢。这我视频吗？这还别看别看，挺尴尬的，别看。怎么买不起？让我看看还不行了？别看了啊！老板，我带你看实鞋，好吧？我靠！鞋影老师家这个鞋啊，真的多，还可以吧？羡慕羡慕，这个鞋还是不错的吧？全球限量150双，还可以吧？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一双，开口笑了，科本了，科的科本。下面还有一双鞋，这个鞋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啊，一定拿匡威一定要讲这双鞋子，这双鞋太有意义。这个鞋可以看到过，就穿了一次，然后下面还有草呢。啊，他走过草坪的，所以你是故意不把下面的草坪擦掉是吧？我是没舍得穿第二次，但是我结婚的时候正好是一套蓝西装啊，所以我就穿了一双这个匡威啊。我结婚的时候有个执念，就不管家人怎么，就是可能不是特别支持，但是我觉得、都想让你穿皮鞋，我还是要穿一双匡威、这才是我的婚礼，对吧？哎呀，时间好像差不多了，我要上课了。哎呦。你真的是老师呀？那不然呢？骗你啊，肯定上课了呀。你不是教人体艺术的吧？我为人师表的。哎呦，这什么滕王阁呢？对呀、就是看一眼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滕王阁。OK， 那现在我就跟谢颖老师一起去他学校看看。那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好奇哦，就是是不是当大学老师特别轻松啊？哪有啊？没有为人师表吗？你还是要祖国的花朵，你得照顾好呀。哈、啊，这样要备课的呀。哦，怪不得我前两天看你直播，好像是在学校宿舍，是吧？啊，是的，因为我学校本身离得就比较远，所以有的时候会住宿舍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球鞋，我看你家里这么多鞋子、就没有考虑说全职做一个球鞋博主或者视频博主吗？因为我觉得生活状况，我觉得人如果只有一个重心的话是不太行的。你看电影那方面是我的一方面爱好，球鞋是一方面爱好，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产物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对，现在这个状况我挺满意的。板场在哪里？你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滑还来得及吗？会不会太晚？可以。我教你一点，这回跳上来了，是，对不对？自己要跟板进去，身体全进去，一二三。That was good. Yeah, perfect. 哇，滑板真的好难好累啊！最近都忙什么？最近啊、我的班毕业了，所以我们在、学校里面是吗？对，因为我现在教五年级，然后我们有办那个怎么说那个毕业典礼啊，毕业典礼。典礼对。OK， 因为你既是一个老师，又是一个滑手，就在我看来，好像滑手都是比较崇尚自由，然后老师好像学校里有很多规矩一样。就是你为什么会既是一个老师又做一个滑手呢？当老师因为冬天不上学不上班，然后夏天不上学不上班，就是因为假期多吗？对，然后周末也不会加班，我可以出来滑板多滑一点。所以放假时间你都在玩滑板吗？对，是的。原来就这么简单吗？
那你觉得像我这样子的水平，你刚刚已经看到我的水平了， yeah. 你觉得我需要练多久才能就是来一个稳定的欧力呢？稳定的欧力，我觉得再来半年六个月差不多就可以。要半年吧？三二一，走单 ，Action！太上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差不多，咔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跑车电台。你知道我最近在干啥，但是我还不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呢。嗯，是这样，最近其实我也搞了一个播客。啊？啊，对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有分享，对。对对，有点没有录出来，有点羞涩，还不敢跟太多人分享。K 三，其实我也蛮好奇，就是。据我所知，广告导演应该蛮赚钱的。嗯，然后做播客这个事情好像也就不太能赚钱。那你为什么好好的广告导演做着还要再去节外生枝做播客呢？啊，其实我觉得这两种都是一种创作和表达吧。嗯，就是广告它可能更多的是为你的客户去服务嘛。嗯，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。嗯，但是做播客就是比较chill一点，放松。嗯，是跟自己做一个创作，然后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。嗯，对，感觉自己一个人好像在过两个人的人生。对对，感觉赚到了。对对对，感觉这个时间值了。对，对啊，可以接触到可以做的事情变得多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你可以在一条时间线里面换几个人生。嗯，我觉得这样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活法吧。无论是写影Edward 或者是 Kessa， 他们都是有着双重身份的斜杠青年，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白天是一个上班族，晚上跟周末在家里拍视频剪视频，虽然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很累，也赚不到什么钱，但是我觉得很有趣。反而是现在做了一名全职博主，生活开始变得单一，没有惊喜，我觉得是时候该打破常规，做一点有趣的事情，比如说滑板，比如说录播客，也比如说